好，涛哥这边直接开动了大龙，打得很快啊，相当快。红白刀厄斐琉斯绕着大龙转圈圈，一剑过来刚好命中，但是蓝波没问题，他依旧可以打出他的惩戒。但是这波子进场的 AOE 打得很足， JK 老兵率先被秒了，葛温这波立功，同时艾希的位置没有能摸到他，黄蜂还躲了泰坦的一钩，这是到了艾希的大舞台吗？并不可以，红头方战斗力还是明显更足。拿下大龙之后，他们生龙活虎再处理掉扎克的小组织，由红色方套波拿下大龙之后，又实现一波一防二。这波看起来还想追，奈特这边捡到了扎克的魂之后，直接变回来，痛快天灵闪现过来跟伤害，最后收到了艾康的人头。那对于套波来讲，就像同期一开始点到的，你面对格温这个英雄，你是不是泰坦的控制技能要给他？那刚说泰坦中箭了，自己激发了一手余震，又开了手秒表，大招给了盲僧，帕赞也开了手金身，卓再被盲僧 Q 到，一脚两个踹起了369，旁边阿乐要被三个人所激活了，有没有人看一下阿乐？这波感觉是个机会，要被斩掉了。刚说格温是最亮的仔啊，四件套。防御塔这个时候贡献了很多的输出，两 TP 落地是盲僧，盲僧是有位移技能的。艾希这边是有闪在的，这个 Q 打到 Q 中了，怎么一个精准了得。再一个拍地板，先打出扎克被动，扎克被动等会儿大家再去找他， TP 到了扎克的被动上，飞哥前来救驾，飞哥能改变战局吗？似乎并不可以啊。就不用说了，这边三个人头在手的盲僧现在领先了对面1000，而且自己的野辅还在两边想做一个包夹。哎呦，这个 Q 接帅大，盲僧二段踢直接将其踢掉，而且在这种情况下，扎克也不敢再去带节奏了，一旦你遭遇反蹲，那可能就完全炸掉了。 EZ 一技能下来，闪现过来准备打晕，被动打出来了，两边两个人同时拉大招。比赛时间没那么长，说到没那么长，哇，这开始了，盲僧踢过一个猪妹，冰住一个，这好贪呀，涛波，两个人都想收，两个人都想杀，先倒一个瑞兹，矮王帝强行上场登场，抬了一手挽救了自己，幸免于难。我这波确实玩了个花，踢到的是一个瑞兹吧，然后冰住一个落是啊，同时撤退不及，两个人拽回来 ，JK Love 到第一时间没人能管到他，卓在塔下开了手金身，摸了手 JK Love， 同时盲僧也给卡萨贴了个膜，369来了一个重锤，强力击，再见苍穹之月，重锤火花，拿两个人头，能不能给他手三杀？哎，同时阿乐过来，猪妹的人头能不能扭转战局，再斩一个？旁边，但是他变成了这个布隆战斗力明显的下滑，他表示布隆平时你怎么不多吃一点，能杀一下看看能不能再斩，并不行，成就了369的尾四杀。艾希倒了，现在瑞兹艾希也没有剑啊，问题是这不能过来啊，尝试抢一下吗？扎克没有被动，这么强行的吗？强行进去，那先处理掉洛，再处理到打野，然后再慢悠悠的来拿大龙，看一下阿乐在上面并没有什么好的机会，正面那边瑞兹也倒了，下午一个人在面对三个人，哎，怎么还难受 TP？ 这个 TP 肯定是不是救队友，这个 TP 肯定是包 JK Love， 没问题，我开车来留你。瑞兹先逼出 JK Love 的一波闪现， JK Love 他的队友来了，蓝色方表示怎么你还有队友，那我也得把你杀掉，把这个人带走之后， Knight 应该要享受这个舞台了，先带走一手艾希，再收个后续的战场，瞄准的是他赞，这一脚 Q 技能，哎，居然没挂到，没挂到，那看一下后续怎么追吧。哎呀，盲僧这一波 Q 他在玩无限火力吗？他的 CD 为什么这么快？身上有意在，这波要上的话得鳄鱼直接去 W 咬住，哎，369这里是等于说卖了一波，咬住闪现过来二连没问题，有皎月拿到一线，把这个防御塔给磨掉，皎月在旁边给压力，艾康也过来了，这波应该是想开的 LNG， 但是涛波撤的还比较及时，哎呦，一个 E 技能再加开三个，卡卡这波厉害呀，再加一个暗影燎原把两个人都给炸残， Knight 到现场先斩住 Light， 能不能活， Light 活不了，被 Knight 斩掉，两个人我差点讷了部分，直接点塔就可以，看一下能不能去做一些反制啊，似乎是繁殖不了了，第一座埋塔已经率先要倒在地上，塔姆的大招还捏在手里， JK 浪要被先手没被推回来，塔姆这个大招还暂时没有用，艾康要被压起身一个暗影燎原，塔姆给足了最后的伤害，后排中位收到了盲僧，身边抢上了塔姆，再度在防御塔下盯起了阿乐，阿乐还是最后通牒再接一技能逃窜到了自己的水圈当中，但是自己其他三个队友已经进阶倒在了地上，最后的主水晶 LNG 也没有力气去防守了，我们恭喜涛博在苏州让一追二，实现了2-1，拿走了这一分，恭喜涛博。